computer 又被侵入了，你看，这是2017年8月20号下午，快到两点的时候，插进去这个 reader， 电脑上应该有反应，这次没有反应，看，以前没有这样的，从电没有反应，没有显示出来。电脑应该有一个，哦，刚显示出来，not recognized， 以前是没有问题的，以前马上显示出来。被干扰了，这次看到一分钟没有显示出来，他妈的，这帮混蛋，妈的，干扰我的电脑啊！